就是袁绍的军阵，你看何等雄壮！那只不过是一堆破砖烂瓦。那人就是袁绍的前军主将颜良，听说他的武艺不在吕布之下。在我看来，他那是插标卖首。<笑>你何以如此狂妄？禀丞相，末将愿将他首级取来。 军中无戏言，如果拿他不下，你怎么办？那就请丞相取我的首级。好，斟酒来。擂鼓。来者何人？本将不杀无名之辈。 袁绍就在那座山上，三军听令，冲上去，收起袁绍。